老婆，别怕，有我在。不要走。啊，嗯，就待在这儿，哪儿都别去。我怕你会后悔。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会。啊，不行，再疼一下。别走。求你了。凭什么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凭什么？啊？我知道，我没有那么好，不值得你为我放弃事业。但我也没有那么差吧，差到都已经隔了两年了，你还在对我用同一种套路。啊，是我自己傻。真正的爱情根本就不需要等，只怕会来不及。所以能够因为忙而顾不上的是寂寞，不是爱情。没关系，我是谁？我是打不赢、吵不醒、惹不起的女战士。对，你刀枪不入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可是，就怕一个人回家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以后就有了，你不仅可以跟他说话，你还可以训他，指使他，高兴的时候就带他去疯，不高兴的时候就让他陪你喝酒，你难过的时候就让他逗你开心，生气的时候就去找他麻烦，好好跟他吵一架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他都会一直一直陪着你，哪儿都不去。老婆，别怕，有我在。这世界很酷。